2000价位的大屏旗舰，来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12 Pro Max 6.7 寸的一个高清显示屏幕，显示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，祖传的刘海屏，然后后置三个摄像头，广角、长焦、激光雷达这些全都有。目前的价格呢，也就是2000就可以安排了，性价比呢可以说是在2000价位还是非常不错。但是呢，没有120赫兹高刷。再一个的话，2000价位就是这个14 Plus 了。14 Plus 这个机器啊，可以说是苹果里面续航最顶的一款产品。 6.7 寸的一个高清显示屏幕，后置虽然是双摄，但是拍照拍视频呢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个需求。这个机器啊，满血 A15 的一个处理器，流畅用个至少你大学毕业没什么问题。目前的价格呢2499，当然如果说你想要高刷的话，那也就可以看一下这个13 Pro Max。 不过13 Pro Max 这个机器啊，可能说是你如果说2000价位想入手的话，它可能就是有点小瑕疵。像我手上这一个呢，功能啊、机器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呢屏幕的话是压过一个外盖板，其他的都是圆的，直接的话2800就可以安排了。像这个2000价位的大屏旗舰，那也就是这三款可以选，毕竟的话13 Pro Max 纯圆的就干到3000以上了，2000价位的兄弟们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款？